我们其实也不会分开太多的这个感觉啦，哦，对不对？因为都在同一个城市，这样。只是这个节目呢，这个画下一个据点，然后但是是一个新的这个展开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祝福未来一个新的组合，嗯。舍不得啊。舍不得，可是他的名言就是放手是最好的祝福。那花是谁送的？啊，有志，谢谢。是借花献花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你写的婚姻的结束也是在这个节目，嗯，那一段过程应该也让你很难忘。是，那也非常谢谢，在我那么困难的时候，郑大哥还有我们的制作人，我们整个的 team， 跟甚至于是吴老板都给我最热情、最温暖的一个支持，让我。走过那个过程，所以其实这个节目的结束我一点怨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美好的仗一起打过，而且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也大家一起支持走过来，所以其实我也许你会觉得讲话很虚伪，可是真的是充满感恩。你想想看，我这么任性的主持人，我就曾经放掉一年，吴老板也同意耶，然后郑大哥也自己哦，那一段时间很快乐因为换了四个主持人不断的换女人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呢，哎，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张开双臂欢迎我，你去哪里找这种老板？所以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试一下，去听一下制作人是怎样